哎呀，哎呀，哎呀，看这家伙的，睡觉了。我给他叫小度，小度，他可喜欢了。啊，哦你，我看了大家的评论，然后大家都说该买礼物还是要买，所以现在我们那个来百货店，我说就给公公买个红绳得了，买衣服每年都给他穿，不合适还给他退，然后我就给他发快递的，该发给您发过去是吧？别的他也不知道要啥，每年买衣服，问他要啥他就要衣服。然后参的话正好他也都吃，所以就给他买盒红参邮过去，也尽一份我的心意就得了，做得过去一点。明天我们要去大姨家做泡菜，他们家20多口人全都去，然后每年都做，我们都没去。今年的话妈妈问我们去不去，然后的话我们全部都去，但是呢要给大姨和大姨夫买点礼物。现在给妈妈打电话。내이모네갈라면저이모랑이모부꺼뭐선물이랑사가야되는거아니야婆婆每次都这样式，比如说有什么大事情，过年了，过节前一天，她就说：“那我们今天出去吃吧。”然后要出去买海鲜去，然后老公说：“买啥买，明天上人家吃去了。”给婆婆熏了。然后她说：“婆婆就能花钱，可能花钱了。”哎呦，她要挣点钱，赶紧花了是吧，妈妈？手里就攒不了钱。对，手里攒不了钱，就是他只要今天挣钱了，要不就买牛肉，要不你就赶紧买海鲜去。我爸是跟你一样，真不舍得花钱，攒着，就1毛钱都不舍得。我公公是啊，真的，他有车他都不开，然后他都坐公交车，哎呦，但是吧，作为老板吧，还得有个车嘛，所以他买了奔驰，但是平时的话什么3瓶4瓶小酒都自己走不了，就坐个就出租车就得了嘛，就非得坐着公交车。对，就因为他经历过那种不好过的日子嘛，但是我婆婆他俩性格完全不一样，婆婆就是卖一件衣服挣了钱赶紧花了，所以公公来气，是吧？然后我公公就说，也说我就觉得我是跟他性格一样嘛。然后我婆婆呢就说我跟那个老头一样，一天啥也不舍得。比如说别人给我个啥东西的话，我都不舍得用。就是记得结婚的时候，然后有一个阿姨给了我4个杯子，那个杯子可好看了，就 Kinemo， 然后就在那摆着。后来妈说你就用呗，不用干啥，搁那摆干啥？然后就说哎，我这儿媳妇就这样式的，啥也不舍得用，新的就搁那摆着。婆婆说就给他买红参就行了，然后正好。我家里还有那个雪花秀套盒，他说那个大姨用雪花秀。哎呦妈呀，那啥都敢动，儿子别动。然后现在来店里正好，哎呀，正好今天俩没有补课班，然后给他买红参，然后拿给大姨拿个雪花秀套盒行。今天早晨他有点发脾气在家里，然后就挑衣服不穿，后来给爸爸气的说赶紧穿了走，然后就把他哥哥的衣服给穿上，大裙子似的。哎呀。我老公说买这个吧，又有膏又条，然后这个还行，买这个也行。韩国人都是送礼就送一个就够了，我说买两盒吧，然后老公说买啥两盒，你买韩国人就送一盒礼。这边就是同仁蜜了，精油还有红参精华呀，我这个我去，我说公公过生日，然后他说你就买这个就行了，然后给他包了个小礼盒买回去，反正跟衣服价格都一样，买衣服还得来回退换，它相不相中的，那红参就喝得了。哎呀，哎呀妈，看这家伙的，睡觉了。我给他叫小度，小度，他可喜欢了。你你是小度啊？小度，小度，小度。哎呦，他跟他说话，小度，小度，给我儿子讲个故事。故事上喜马拉雅儿童好玩吧，小度，小度，他就要跟小度去玩去，要吃小度，儿子，哎呀妈，老厉害了，小白兔白又白，小白兔白又白，小白兔看，那多吃着呢。哎，来了。冲车吧，冲车吧，冲车。你看穿的多时尚。哎呦。两只耳朵竖起。
哎呦我去，他耳朵老刺挠是咋的？就要去拿那个去。哎呀！哎呦！